食在台东，花开幸福，农游专车就在台东。花开的季节来了，你想不想来一趟美丽的花海之旅，又能够体验到兼具知性、健康、休闲的主题旅游呢？现在机会来咯。由台东县政府农业处推动的农游专车活动，每年都深受好评。今年整合规划，结合休闲农业与花海活动的一日游行程。这次的话，其实台东县政府农业处非常积极的，希望能够将我们台东的花海呈现给大家。但是花其实很重要，其实台东还有很多重要的自然资源、天然资源，还有食材很重要。所以这次我们把主题定在“食在台东，花开幸福”为主要的一个主轴。所以说花海之外呢，吃也是我们的重点，玩也是我们的重点。那我们这次的活动呢，从即日起哦就可以了哦，然后一直到我们103年的3月5号。那我们的名额是有限了哈，毕竟这么优惠的行程，一个人每一天的游程只要599块。四大游程包准好吃又好玩，知本线让你体验有机农园体验，欣赏美丽花海风光，还能品尝咖啡扑鼻香。关山线带你认识什么是一心二叶制茶乐，特色餐厅拼图趣，还有农游生态体验乐。池上线果醋 DIY 体验，花海四季乐园，当归地瓜挖又拔。成功线 DIY 体验，花海海连天。那我们其实活动报名的话非常的方便，而且非常的容易。第一个，我们可以用电话报名的方式，我们电话是可以打089226855，089226225。那你也可以用传真的方式，089226765，226765。甚至呢，现在最方便的方式，你可以直接上网，你打“食在台东，花开幸福”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页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直接用网络报名，所以非常的方便，也非常的容易哦。就是有一日游跟两日游的部分，一日游的部分就是从台东到梅山到城。到池上、到关山或者到东游记的部分，这个都一日游。然后像在东游记，因为它在台东市附近，它会搭配一些出入休闲农业区来做成一天的游程。这么多精彩路线，只要15人以上，天天出发，即日起到103年3月5号，优待前2100名的朋友，任何一个行程，每人只要599元，名额有限，赶快来报名哦！